伤势的因果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因缘果。是咧讲啥物？咱常常看到的是根尘世合合，哦，六根对六尘，不产生六识。最怪的就是，下骹这十八界，处就是六根六尘，十二处，这十二处，十八界，运行无因。都是因，因其实就是业，啊，就因为这因吼，把你障住，障住，把你看到，敢若看到相尔，你无法度看唔到伊的性，伊的心。但是你无法度看到你伊的性甲心，因此，哦，咱讲猪八戒较会看到，敢若看到美女。因为伊就是干呐看到相，外口的相，啊伊我都看到伊这个人，伊心是好阿歹，有善良无？啊，伫第八界有呾，伫孙悟空我都看到，看到原来伊的心是妖精的，妖精的心。但是你若无了解这個，啊你大家甲妖精做伙，啊，会叫做近尊者是。寂寞者，你甲逐天甲姚家做伙，布料你也带同款，同款是姚家。啊，就是因为你有因甲你抗掉的吼，啊，所以你刚注意上尔。因此，不管咱修行人，不管女众也好，男众也好，为着要互人。袂予咱个外表吸引，啊，袂予咱有着要予咱内底心着变作妖精，安尼恁着吼，恁着不是大爱的。着端庄着好吼，千万唔好吼有奇特的一款，想要诱惑的一款心出来，你一出了心出来吼。你虽然外口是美女，不过一个内底是一个最妖精啊，白骨精。为着要互咱家己利益，啊，为着要了这世间的人，我当众生，我当得着利益，拢会当吼超过这苦海，希望恁吼。有这方面的苦难折磨，折磨你若了解这個，自然吼，自然阮就唔免用概率甲你安那设定。所以有阵时啊，众生有情。伊愿意修，是因为吼，伊听法听了有相应，啊有契机，啊有体会，伊才想要修。你用念甲变的吼无效，因为伊毋捌道理，你念甲变吼，伊不一定会听。啊，你都要解释甲互伊，哦，原来道理就是伫遮。所以讲吼。善巧方便是非常的重要。咱免人讲甲互人有法度听，叫灵魂能修炼。啊，这你都要加费劲、劳力。所以，像那不做地位，伊会非常超越，就是为着，就是因为为利众生。
啊，伊有特别好众生会当去啊超脱的，是苦海地相，所以会尽心思。因为安尼，啊，每度一个众生，伊的地位就会超越，功德就会增长，所以辅助安尼三大阿僧祇劫修得过来啊，福慧功德拢是功德。这就是好苦法，好的所在，真正是唔通要碰到。有时候都碰到，真若无讲吼，有福，你要会当碰到，听到这个话，真正是袂简单，真正是袂简单。所以，什么是福报，恁家己爱梳理要清楚。真正有法度认真讲，甲认真听，是这世间，这世间上的上福报。有这这块的道理无对听，无对听。为缘根本成，根就是咱的正果，顶就是差不多就是咧讲咱的依法。不管是正果也好，依法也好，这个根顶。就是咱心变现的，变现了直取的内外。你虽然是见甲定，如果伊这缘原来是来自于哪里？来自心，就根根源。虽然这点也是种子，其他这是境界。因定是境界。不管是政治也好，境界也好，拢袂离开心。你三界为心啊，万法为心，心会当变现来化。包括你讲，这个杯啊，是我用手做的，用机器做的，但是这手做甲机器做的过程，拢有啥物货？做伫个顶端，有心。这世界的变化，我完全跟他们心中的一边。你这还有心相，所以心相这个分辨五见，我那袂离开咱心对境界了所现的幻想。虽然咱讲是要离见，但是世上是要哪，是要专心。咱拄啊，伊都讲过吼，讲人无法度专心的时，啊无离境吼，啊但是实际上，不管离境也好，专心也好，因为境界迄嘛是咱心的。心甲专来过，境先管离境。是心先管离境，啊其实管离境就是一定的专心。如果若处理啊的时阵，无离境，对，这个实现。所以你在讲同一家内底吼，同一家内底啊，逐天在咧碰关键吼，无好心就是这个话。所以谁人卖要出家，这嘛是有原因，因为同一个家内底，你要管理那个家吼，有遐无遐用。但是有一个方法，就讲恁暂时无法度离的时，爱调整你。看你要怎调整，拢会使。家己用一个房间吼，爱当互你吼，内底房间内底全部拢有钉子，南面钉子就是吼，就是香炉，就是迄个，那个打坐的符号，啊，其他物件莫摆伤多。你就整理一间房间，互你有法当用。安尼，这是暂时远离的方法。
无你你无法度一下子讲要买离迄个厝，无法度。嗯，业力那边该，那我成年未了，好。这个圆满嘛，如何去拿捏这个？还是说怎么样做到？你注意听，你注意来听，你就我都拿捏的都是。他真听，你袂当讲啊，听一届啊，然后藏几个月，安尼也我懂。这因为讯息力无够，讯息力无够吼，你常常都会过袂记的，失念，或者是过叫逆转，所以无法度，安尼无法度圆满。你若是常常听，就是爱常常坐。所以伫厝内上好还有，还是吼有电视关起互人。佛教节目，啊，无你着，当然拢看佛教节目了，是。这是无多，因为你若无多，啊，当也是要来的，你着是爱，你着是爱用这个方法。这是一个方便啦吼。因此，你注意看吼。不管阴也好，阳也好，能够生这个色，这个色嘛是心的认知。所以阴阳果全部都是跟气合。再来啊，那。三世连过是十二年，所以三世连过十二年，其实就是在讲佛教过程。不过我都也讲过了，不管是十二年也好，六处界也好，伊拢是啥世间法，拢是世间法。阿那么那突破是世间法，虽然有无数劫以来无好种子，这个种子包括无明、啊个爱、跟五戒，这拢是伊，这拢是互你吼，碰到境界吼，起果报现行的因，所以就是种子起现行，然后生什么苦果，心苦果。因此，这个因缘果其实就是破业跟什么？破一业缘。我常常讲业缘，业缘就是咱的咱外口境界，是咱的业。再来，伊这色就是业色，啊，就是有业色，无法度看到真诶，会互咱有苦事，念念落，念变空，所以有
坏苦苦苦，还有喜好。所以因缘果差不多就是在过过业苦，所以我来要过业苦哦，我来是加上心烦。其实我来讲，其所有一切烦恼拢是啥？拢是心烦。那心烦就是在修啥？就是在修心啦。啊，就是都当时哦，有个人都袂去注意着心烦。我向我向注意起，再来过夜苦，那么这四十地，你建立存在有为的四十地，但是安尼无办法，一定要都建立上胜利地。虽然有因。但是这个因吼，爱无自气的因，跟无自气的缘，然后这个因爱无主宰者，无自作自受者，以及没有可以向圣者做体用，度化众生者，那这几种相，就是咱金刚经内底无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这几种相，就是咱金刚经内底五相、六相、众生相，咱受者相，注意，这个无的意思，不是空，不是完全无意思，是讲。也胜利地根本，也地根根本，一是没有自信，无自信。所以我多少开始就讲，无自信的因缘如何？不管因缘好，缘也好，所以作者本来就是非有自信。比如说，我蛮是过来的好，蛮是过来的坏。因为本来就好，我袂变，安尼我就永远袂变好啦。有的是，我本来就歹，本来就歹，那边希望永远袂变好。所以绝对不是有自信，而是什么？无自信。可是以后不管恁看见这些无字出现在哪一个上面，啊，你就爱加一个没有执着的神，还有没有自信的神，包括。你要来看到无量，无量无妄，这是无相。啊，你这中间你还要加一个，没有自信的念，没有自信的愿，没有自信的相，而且没有执着的念，没有执着的相，没有执着的愿。阿弥陀佛，你莫甲看到这无缘，啊，就是唔免有缘，啊，唔免有缘，你就当讲啊，修养唔免有缘，阿弥，啊，你讲这个大实话，修养唔免有缘，啊，就拢免修啊，就是因为讲啊，咱都已经定了遐久啊，咱无迄个愿力出来，咱是免来修。咱来讲，咱虽然有缘，但是对这缘哦，唔是啥。是执着的，啊，不是执着的，你才会变作愿大者业大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愿大业大。啊，是咱那愿大业大，啊，你就已经变执着去了，变成执着。有几个名言拢明白，好人会造业，为善不善，啊，你来了。业大，愿大，业大。你要知影善的意思。啊，佫说咧，无量，无量，不是讲叫你拢拢袂使动念头，啊，拢袂使动念头哦，就变作石头。或者是吼，有一款人我那完全无量，要困的人我那无量，
啊，所以呢，打坐咧困的人哦，无那无力啊，还有一块墙叫做睡场。所以打坐哦，困了哦，还蛮无力啊，不是咧讲款无力啊，是没有执着的念，那是真正打坐的呀。还打坐的就是要清澈的这样呀。那你若问我，啊，你打坐是咧还有啥物念？我就来讲哦，都爱无念。啊，无念哦，是叫你闭上头，啊，不是叫你当面困哦。